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近日，一张成毅与众人的合照在网上引发热议。照片中成毅的身材比例引人注目，长腿显得格外突出，他的腰部位置几乎达到其他人的胸口，让人感叹其天生的好身材。此前曾有质疑声称成毅的长腿是 P 图效果，但这次的合照无疑打脸了这些质疑者。成毅在这张合照中身材比例惊人，特别是他那双长腿，引得粉丝们纷纷称赞，他的腰部位置几乎达到其他人的胸口，这样的身材比例让人不禁赞叹其天生的好条件。此前曾有网友质疑成毅的长腿是通过 P 图实现的，但这次的合照无疑是对质疑者最有力的回击。据悉，这次探班成毅的是某品牌的工作人员，有传言称是品牌有棵树。探班照片中，成毅乖巧地站在工作人员中间，像个立牌一样，显得局促不安。他那内八字的小脚和标准的剪刀手姿势更是显得格外可爱。粉丝们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这么可爱的成毅，能不能把我 P 上去一起拍照。粉丝们在看到这次品牌方探班成毅的照片后纷纷感叹，原来最好的追星方式是去品牌方上班，能够近距离接触自己的偶像，无疑是所有粉丝的梦想。这次的探班活动不仅让粉丝们看到了成毅的近照，还让大家对成毅的真实身材有了更深的了解。成毅在照片中的可爱姿态让粉丝们直呼心动，他的内八字小脚和剪刀手姿势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这个大男孩。成毅一直以来以敬业和谦逊著称，这次的探班照片更是展现了他真实可爱的一面。据悉，这次合照是某知名品牌据传唯有棵树在探班成毅时拍摄的，这一消息迅速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纷纷表示原来最好的追星方式就是去品牌方上班。更有粉丝幽默调侃，成毅乖巧的像个立牌，这局促不安的内八字小脚脚真是太可爱了，能不能也把我 P 上去呢。照片中成毅不仅展现了其完美的身材比例，还以他那标志性的剪刀手姿势和略带羞涩的笑容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成毅真是太可爱了，这样的偶像谁能不爱呢。此次合照不仅加深了成毅与品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让粉丝们更加期待他未来的作品和公开活动。随着照片的广泛传播，成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成毅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支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以更加优秀的作品和更加真诚的态度，回馈每一位支持和喜爱他的粉丝。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